横相对要短一点，三个横画间距均等，撇呢要舒展要长一点。三个横收的短就是为了突出撇和捺的笔画，捺笔的话由轻到重，向右下方伸展，所以收笔慢慢把笔提起来变尖，日子要起来窄一点，向上靠了近一点，横向上靠，所以日子不要太宽，相对要窄一点，整体这个字哈，要写的笔画要粗